期待好消息出现，现在走三意外的现场也在积极的抢救。透过画面大家知道投入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还有积聚，但是完全敌不过交通部长毛治国的这一番话吗？这个在向立委做抢救工作的说明的时候呢，他说明的是一个标准作业程序，标准作业程序里头包括了善后工作，所以他说宾馆已经准备好。此话一出，家属当然非常的不满意，认为这个部长毫无同理心啊。那昨天晚上毛治国公开为失言来道歉。毛总，你会觉得毛部长失言了吗？会有说明会吗？没针对记者提问回应，恐怕连马总统自己都没想到，交通部长毛治国会在北二高走山意外现场说出这句话。上面变成别的兵位，上面变成别的兵位，上面变成别的兵位，啊，万一的话出来的话。此话一出，让现场焦急等待失踪驾驶的家属情何以堪？你如果里面还有他的子女，他的会讲这句话吗？啊，将心比心啊！黑色宾士车女性车主的父亲祈求政府加速救灾，批评毛部长的冰柜说没有同理心。知道自己失言，毛治国在意外现场向家属道歉，但不止家属痛心，立委也狂批部长。前天总统说毛毛的，毛毛的部长啊，就推出一个让我们毛毛的冰柜啊。那这个是国家是怎么回事？也只是显得不足啊。然后我认为，因为实际上因为他的驾驶这样的心境，我觉得是这样的格局了。总统讲话也要小心啊，不然的话他本身觉得毛毛的，那老百姓也就感受了，也会给他感同身受嘛。讲话还是要小心一点的哈。对照意外现场，家属心急如焚，毛部长却脱口说出准备好冰柜，尽管事后道歉，但已经对家属造成心理伤害。三立新闻谢立文、黄启超报道。好，这个事件发生的。